今年敢是会当倒去滚到围炉，陪阮爸妈做伙食饭啊？我无可能，和阮爸妈家己伫厝内底围炉。你若是要回去啊，你家己回去，莫甲我送再来。哎呀，好啦，算算去啦。那安尼话，我家己回去。想食？阿奶，你食伫遮，阿天伯咧？伊今仔足超快呢，咱拢要出去食饭啊，伊才讲要回去因厝内底围炉。啊，你阿爸还没有，做伙回去就好。我是安怎要甲伊做伙回去啊？回去因厝诶，是要看因家的菜色，还是看因全家伙阿面色啊？啊，自从你甲天宝结婚以来，你也真少去见因家啦。爸爸，那安尼，今年就剩你甲妈妈两个人家己围炉啊，敢真正不要紧？你妈妈迄边哦，我会替你解释啦。你得安心嘛，去天宝阿因家，啊，甲因家的人围炉食饭啦。家好吃，多谢。蔡玲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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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卤的猪脚就是好吃，过年哦，就是爱吃一笔的。菜是真好吃啦，那不过又个是油，又个是高热量，啊，够高胆固醇。你今年过年哦，吃一袋吧，今年都够用啊。其实香芹是好易提醒大家啦。是啦，上次多谢你啊，多谢你的提醒。啊，阮就看迄几道拢遮尔啊，青草的菜，啊，都甲迄健康的问题吼，拢放袂记啊啦。李天宝，你是咧创啥？我顶个菜互你食。唔免，我无要食。爸妈歹势，阮爸妈搁咧等我回去食年夜饭，我想离开啊。上次，爸妈，您请假啦。上次，你等我一下，上次。湘琴，湘琴，等一下啊！湘琴，啊，今日是过年呢，到时候个场面要甲这么歹看。你莫阁甲我讲这个，我去耽误着我甲阮爸妈食饭的时间，我不想来走。湘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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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爸，亚婷，我先声明哦。是婷婷啊，惊把我救起来，不是我家己变来。你来看我，我真欢迎。来得姐，姐，啊，就干那你一个人啊？是啊。少奇，既然无人陪你过年，你想哪摆转来找围炉来啦？国家有找我去围炉，是我家己不爱去的。你搞咩呢？你个想要到国家去啊？哎，你这根本就是啊！亲门大户才能搞搞嘛！你看你这道菜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人份的菜嘛，安怎？你这嘛是搁问我了等啊？郭俊生来跟你围炉是无？爸，你来看我，我真欢喜。啊，不过今日除夕，我无想要听你讲这有诶无诶。姐，用过的公道无唔对，想怎拢贴袂得起啊？恁姐也这嘛是啦，人看你唔惊啦，鬼看你哭哭堆堆的，你安怎个扛啊不落用啊？没啥可扛啊，小姐吧。每一年呢，我拢发红包你。就算你无听爸的话，甲爸过去离家出走，你嘛是过我的条件。爸，多谢你。好啦好啦，代志已经办完啦，咱应该来转啦。这不是咱应该店的所在啦，嗯？行。爸。亚婷，我真正就是要跟恁做伙吃年夜饭，啊，不过恁就是不肯接受我跟俊生做伙，咱一家人就是无法度坐一桌做伙围炉，是安怎恁就是无法度理解我，体谅我的苦衷？